莫大决赛的现场直播，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加拿大女足。既然到了决赛赛场，那么对于双方来说，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，赢下来就能成为被众人所歌颂的对象，否则也就只能成为别人的背景板了。这次拦截充分体现了他在防守上的造诣啊！这球应该能穿透防线，失误了，球被防守队员得到了。 这个区域啊，就已经能够威胁球门了。哎呀，球就这么丢了，我们刚刚还在分析他们这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呢，以后不夸他们了。这是阿什利·劳伦斯传回给了辛克莱尔，后门得分，这是今天决赛的第一个进球，看他们能否再接再厉，迅速的扩大战果。我们可以再次欣赏一下这个进球，看看他的触球发力干脆利落，门将毫无机会。 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王珊珊，中国女足弄丢了球权。阿丽莎·查普曼，克里斯汀·辛克莱尔。 乔丁海特马，门将挡住了这个球，已经让他进过球了，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。哎，这个球罚到了前点，预判了对手的球路，成功拦截，明显的机会，对手的射门过不了门将这一关。角球给到了禁区中间，好球攻门。 哇哦，这球顶得太有威胁了！不过门将太神勇，没能考验到门将。王珊珊，这个远射基本上考验不了门将。 莱明，裁判举旗示意接外球。王珊珊，球现在是门将的了。这个犯规，这样的放铲，哎呀，太容易吃牌了。裁判对他出示了黄牌啊。 没错，犯规队员自己也清楚，这是个黄牌动作。哎，拦截成功，拿到球权，传给了王珊珊，有机会拉回同一起跑线，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，预判到了，抢回了皮球。 王霜带球冲向禁区，门将这次啊也是出来接球了。我们看到球又回到了他们脚下。 阿丽莎·查普曼，不知道他们进攻端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啊？向禁区里送了一脚传中，球确实传得不错啊，门将也是这么想的。索菲·施密特，这球传得很迷啊，队友都没弄明白他在想什么。 观众顿时沸腾起来，因为这已经进入他的射程了。防守队员把皮球踢出了危险区。
阿丽莎查普曼，弗莱明，阿德里安娜莱昂。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脚，这机会能把握住吗？幸好挡了这一下，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。王霜，张鑫，球又回到了王霜脚下，成功带球突破防守，太棒了！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扳平机会，这种机会可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呀，可不是吗？弗莱明，克里斯蒂娜·辛克莱尔，比赛会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。裁判判罚了点球，比分落后的他们形势啊更加不容乐观了。这球要是进了，就能把分差拉大。门将这个扑救非常漂亮。上半场战罢，比赛进入中场休息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法国里昂的安盟体育场比赛现场。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打响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一脚漂亮的直塞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扳平比分的进球出现了，他们现在依然还有机会去赢得冠军。哦，雪中送炭的一个进球来得太及时了。回放来了，看看这脚球传的是非常漂亮，直接穿越防线，最后是打门，这一下四两拨千斤的推射真是漂亮。目前双方是一比一打平。王霜，这球该有了吧，球进了，他们现在距离夺冠更进一步，现在他们要想办法来保持住自己现在的领先优势。是的，哦，这脚射门势大力沉，门将一定很难忘记这个球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德西莱斯科特，阿德里安娜莱昂，阿丽莎查普曼，索菲施密特，对手的这次进攻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铲球，看看他怎么利用边路的空间。张鑫，看看张睿的处理，艺高人胆大，本方禁区里成功断球啊，绝佳的反击机会，传给了王珊珊，中国女足弄丢了球权。这个区域啊就已经能够威胁球门了，皮球被解围出来了，选择打门，没有打进球，被门将挡出去了，直接化解了危机。球被铲出边线了，对方得到一个界外球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超远距离的一脚重炮啊，踢脚的时候离球门够远了，没想到弹出来以后啊，最后球离球门更远了。哎，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，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。漂亮的抢断，他们又可以重新组织进攻了。张鑫，王霜，王珊珊，王珊珊，王珊珊，这个扑救太精彩了。边线球，
相当精彩的远射，不过被门将终结了。他现在这个拿球压力比较大啊，应该考虑考虑找队友配合一下。德西雷斯科特、克里斯蒂娜·辛克莱尔，这是阿什利·劳伦斯，施密特拿到了球，可以起脚了，门将守住了球门。布坎南完成了抢断，阿德里安娜莱昂射门，门将这次是小露了一手啊，角球，时间不多了，看看他们能否扳平比分。这个角球传到了前点，这似乎是他们演练过的战术啊，扳平比分的好机会。球没进啊！哎呀，这实在不应该发生，比赛时间所剩不多，他们还在浪费扳平比分的机会。球是他们的了，中场哨即将吹响了，他们还没有放弃，投进了，他们在最后关头硬是扳平了比分。好，我看球迷们都乐翻天了，这比赛还真有的打。球进的的确很漂亮，但是也应该要注意到啊，他们在进球之前的那些工作。是的，他们一直持续不断的给了对方的防线相当大的压力，重压之下，对方防线还是露出了破绽，被他们抓住，成功破门。对的，比分被改写成了2-2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干净利落的铲断，非常精彩。阿什利劳伦斯。索菲·施密特，比赛即将结束，最后的绝杀机会，对手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，刚才说这次进攻可以成功，就被他们终结了。姚伟这脚传球很有威胁，投进了，他们向着冠军奖杯又迈进了一步。哦，留给对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-2。脚下有些粘球了啊。全场比赛结束。